Nasıl mı?休息一下，累死了。因为预报是整天的，我觉得他不会想说特别搞一下。
样子也好，不然太累了。那是太长了，爬这一段累死了。不然我们去做那个啊，免费的那个履带啊，要不要？履带。发了，
们已经热过身了，超热，太热太热。我才没有稳到啊，还要去。它会往下。后面有人接上来，我有点痛啊。你不走不行啊。是吗？太热，好热，第一趟热嘞，之后就有的那个活不完了，这样会不敢休息。现在从一开始，哎呀，哇，休息就坐在路边吃，对，坐在路边吃，喝水。热乎乎的，完全不冷了。我明天玩一个。那个粉红，粉带子。啊？是啊，超古董的。哦，夹夹是。
道我到底想走哪边。我只是想试着转而已啊。但是我发现是左高右低，所以我没办法转过去，所以我一直都是这样侧驾。点哦，我的票可以用到两点的，但是我们要去吃午餐，没有要还的嘛。你一直去攻击别人。人的东西掉了，是吗？前跑后跑，他的雪板掉了，还是怎样？他是脚抬起来还是怎样？有个板子举得很高。右脚掉了，左边那个，但是他穿的是高速板，他板子掉了。
写哦，两点整。嗯，这种计小时的啊，好像还有一个有的解析度很差，你知道吗？嗯，它是半个小时半个小时算的。哦，这样不公平。好像是送半小时，送就可以，四舍五入这样。眼罩有没有起大？有没有大雾？上排起雾，就是太暖。本来预计会很冷，结果爬这个又太冷，太暖。小酸子。现在有比较不累了吗？大腿后侧好酸，现在压着的地方好痛。哦，那也是啊。好酸，超酸的。这椅子很短吗？好像有一点。我背后因为有东西，我就觉得往前顶。有啊，好像、有点短呢、欸。这椅子很短，然后它就压着我的大腿，就很痛。有点短，也没有棒棒可以踩。这里就放比较童儿歌啊，不一定。你看在树后面一点风都没有，在保护。那个，你已经开了吗？还没啊。我的一直开了，我在从爬下面开始，我下缆车站之前就。有啊。有了。你的还是一副没电呢、欸。对啊。那我的咧就没有充电，我看就开始录。你的右上角可以看得出来我在充电，还是没有在充电？电线真的有插好吗？有啊，因为我刚插上去的，我开之前它就已经是一格了。完了，我一直动屁，小楼好累。不然只好吧。我已经这次有特别把背包往上拉了。但是背后还是底部，应该是那一罐水了。不是，是这椅子的很高。要不把屁股顶进去。可能是给小朋友坐的。太长不行吗？腿上腿太短啊。不知道。然后板子如果立起来会戳到地上，不行。板子立起来。就是它是这样的状态出去的话，会卡到地上。大板直接走，我不知道会不会很高。嗯，这是水吗？不是。嗯，有可能哦。有吗？什么动物脚印？什么都没看到。太低了，动物不会来。脚滑，都滑在爬坡哎。算是公分变成这个下场。嗯，什么下场？就是现在这个下场。风大，30公分，结果就是早上刷车刷半小时，接着爬坡再爬半小时。刚刚这样热，没有把我的手套弄湿。哦，之前是湿到里面大冒汗。
不用吗？给你擦一擦。我刚刚已经把里面的雾涂一涂，现在变色，然后恐应该等一下就结冰了吧？你叫你那么擦掉？没擦，结冰，结冰就结冰。结冰也是雾啊。结冰不会，结冰是透明透明的，只是有、啊、有波纹感。你现在看我里面，你有觉得哪里有雾吗？这是水，哎，这上面都有。对。上面是我看不到的地方，然后再下来一点，这些是水，现在是水，等一下就会变冰了吧？是我，是我这个面罩内部温度而定，我有办法让它零度以下，它就会结冰。然后几乎没有人了，大家都在染色上。没有啊，那些黄衣服应该早下去了吧？前面应该下去了。对啊，到了，这很短啊，对啊。几根柱子？它是速度这么慢，它坐长的话，岂不要坐很久？我大概三分钟就到了吧，要去排队。今天是几分钟一轮回，取决于上缆车的速度。好，今天下缆车的时候看一下几点几分，然后就一 cycle， 恐怕还是十五，比例不同。不会，我觉得排队很久，很不值。你说超过十五，等一下算时间就知道了。十二分。好。最早开的雪道。最起码这里他应该不会又说有石头了吧？哦，还是有些。他只是没撤掉，只是下门后，我再压一压就好。我要自己看。你的脸有对啊，来啊来啊，来啊来啊！啊，你不就站在那的吗？来，对啊，来啊！那你可以划开我牌子，拍一张牌子吗？好，你要划去那边。好的，好不好？好了，划拍好了。现在时间是10:06。好，走了。
是它是原来在下面的，想要上去的。它这两个都是爬上去的。那你现在已经滑到前面了，那你要讲什么？
十五分钟一轮回。这种坡度完全可以做单脚练习啊，现在没办法计算说到底是几分钟，其实刚一下来没有马上看时间想拍照，这个柱子回头看但是看不到，脖子扭不过去。你要拍什么时钟？是10:17。那就下一次看到它。我就跟你说大概20分啊，那就是3:17啊。对，你在干嘛？看着就看着。前面的右边的人晃右脚，左边的人晃左脚。刚刚有，他晃了2下之后就不晃了。一直晃。这是什么行为呀？为什么会想一直晃？毫无意思啊。那我腿比你短，我悬空。又慢起来了。这个感觉跟韩东林胖一模一样哦，是，几乎一样，在预习，几乎一样哦。重点是，我也开始摇，你看，两个一起摇的时候，是不是左边摇左边，右边摇右边？对啊，卡住了那只脚没摇，两个人停下来了，就停下来，然后右边开始也摇一下，这是什么行为？然后左边开始。它会引发右边的，有这种事吗？你知道量子力学有一种叫做量子缠绕。量子缠绕就是说，比分子里面不是原子里面不是有更小的子吗？电子、中子、质子，然后再更小又有什么玻色子什么什么，更小更小，还有更小。然后最小的那种，它会一直自转。然后它动力从哪里来？不知道，它就是一直在自转。那你说地球自转动力哪来？不知道，一开始就在转。然后它那边旋转啊，你好像是说，我不知道是一颗会分成两颗，还是它们很接近的话，一个正转，一个就会逆转。然后。一个正转，一个就会逆转。然后呢？然后呢？如果正转的改成逆转的话，逆转的那颗就会改成正转。但是他们在很……是啊。他们在……对，你可以想象成是这样。他们近距离会互相影响，这没什么问题嘛，因为他们中间可能有什么力。但是呢，科学家发现啊，这个正转左边会逆转。你把它拉到很远的时候，它改成逆转，这边就改成正转。这么远，他也知道。就是他们不知道为什么中间有一种沟通机制，就是说，它改变的那一瞬间，很远的都会瞬间改变，甚至于距离一光年远也可以。那这件事情就围绕了一个定理，因为啊，那个相对论里面是说。任何东西快都不可能快过光速。那这件事情会造成一件什么事呢？就是说，假如我现在要传讯息给一光年外，
绝对是一光年以后，一年之后才会收到讯息。嗯，你不可能更快。嗯，那回到刚刚那个量子缠绕，那是量子缠绕的现象。嗯，那有人就说好，我控制那个，我把两个量子移到一光年外。嗯，我动这个话就知道，接着就拿它当电报机。嗯，它正转改逆转，对面就会逆转改正转。嗯，就这样，对，我就可以传讯息。嗯，如此一来，这个讯息的传递就突破了光速限制。嗯，然后我就说这要怎么解释？这样。嗯，后面的我忘记了。成对，它就是那对，它是成对。你讲到这种怎么把成对分开啊？怎么切割？它这么小，怎么它不是切割，它可能只是把它拉远而已，还是怎样？嗯，对。嗯，所以这好像是一个类似悖论。如果是悖论的话，就是说我不知道悖论是什么，我知道违背，是违背，不是那个心部的悖嘛？那个悖论是什么？悖论的意思就是说有一个理论。他就用证明式的这样一路证下来，第一条对，第二条对，第三条对，整个都对。但是他用一二三证明出来那整句话，你一听就觉得怪怪，好像证出来是错的，但是又说不出来错在哪里。对。所以悖论就是科学上、数学上什么什么，有人都会提出个理论，就说：“哎，我这样做不就怎样了吗？”然后听起来还是怪怪的，控制不了它这样。其实都解得开了，但是乍听之下解不开这件事情是很有趣的。看着他们两个的脚，觉得很好笑。我就觉得他们有一种量子缠绕的感觉，意识还是无意识的一直在动。他刚刚有动是转角转的，我觉得是他想动。而且他们是不是都是高速的那种？他们的鞋板好像没有，他们鞋板跟我们都很像。是哦，但是我觉得怎么我看起来他的鞋子很扁，怎么那么扁？不知道，但他们的板子感觉跟我们的有点像，没有特别长。但是鞋子好扁哦，好冷哦。他们脚这么小吗？奇怪。就一直看着他们脚在，因为这是一种突然想抖脚的概念啊，抖脚还是没意思的，就是。那你看右边开始，但是左边没有啊。我觉得是视觉哦，视觉，因为那个人的眼角会看到另外一个人在摇，这是可以解释啊，就是人类的心理学，人有不知不觉做跟对方一样的动作的心理。那个呆图你也用过这个桥段，例如说我在那边抓一抓，抓一抓脸，过一阵子对方就会抓一抓脸。这中间也会停一停啊。那是摩托车还是什么？继续的往上跑。可以在这里。下午我休息前我先练一练，休息后去再拍一段，看我有没有变厉害一点。很累。
等一下来看。充电状态，大家先休息。很痛，这很痛啊！就摔下去，又看到我怎么摔的吗？我不知道你怎么摔的，你应该是你觉得卡住的感觉吧。
湾区。那些人站在那里，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，他们没有办法。走上去，对啊，根本舍不得滑下来。上面可以吃东西，但是没办法尿尿。就跟他第一天开差不多意思。他12月4号还是什么时候开的？只开这儿。不过他刚开的时候，那时候那个雪道哇，什么状况？就是没看，如果突然今天没看到车子，那就是开着开。他们还在练习上去，不是练习，这算是第一课吧，第一堂课上博，但是好像很少用到，不知道为什么。两脚一起啊，这样比较简单的话。先练一只脚的吗？该不会教练教他们这样一直做，接着就跑去招呼别人的吧？然后不用，还是他是单等教练，红衣服很像教练。我也觉得红衣服有点年纪。应该是教练。是one on one这种。特贵，结果在这里上坡，没办法，一定要从这开始教。其实我们省略一些课程诶，基本课除了上去之外，还有就是，如果是不会溜冰的人，他无法体会。我们总共才上过4次课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对啊，他就不再让我上课。什么叫我不再让你上？上课。上啊上啊。那你去哪里要让我去上课？你觉得适合在哪里上课？不知道，到处都可以上课啊，就花钱啊。要找到好老师。因为你找教练，如果你说基础要再打好，那你又会听到一模一样的东西，对啊，照顺序再来一次这样。你今天脚在痛吗？当然有啊，脚会痛，一穿好鞋子不会痛，但是穿好踩下去就会痛，就会痛。哦，就开始累，就是刚因为这个坡很缓，不太怎么用到脚，所以还好。看不到他们两个的脚脚动了，两个右边的还是稍微在动，就他们在我们前面啊，是一样的人吗？对啊，就这一对啊，这一对左右左脚右脚动动伙伴过不去。20分钟已经1小时了，是吧？嗯。我们是10点开始的嘛？我记得第一次开始多久？1小时3次。
然后一点要收，一点半最晚拖到一点半，但是我们会想要上厕所。不行，去餐厅吃啊，不要浪费时间。什么餐厅？是红卷机在上啊。哦，就是完全不上的意思。对啊，十点撑到一点，三小时。我们现在滑了两次还是三次，所以过了一小时了。现在是十一点。现在是十点三十几。啊，才十点三十几。我们三次不就过了一小时吗？是现在才要滑第三次，才滑了两次。哦，所以过了四十分钟。我今天坐这个比坐大车还慢，他都十分钟就来了，等两块才二十分，这一次就要20。嗯，对啊。那可能天灵会不会？他会不会？但是他的很奇怪，他说他的海线排好久，哦，海大车也会很久。那他可能是陷在这。王，你照王子的习惯。那照他讲暴雪，我觉得他就是碰到东芝兰哦。那、碰到东芝兰只有这台可以骑，那就会海超久。对啊，我要回去跟他说，我今天海超久。所以问题不在于雪多或雪少，问题在于风。然后上次我们同胞木也是一模一样啊。风，雪很够啊。风，那、风很大啊。那春芝兰就是二月底三月初啊。啊，东芝兰谁知道是什么时候？有可以抵抗东芝兰的雪场，藏王可以，藏王完全是不怕风的雪场。它山顶很风很大哎。它的缆车设计是不怕风的。它缆车是大的嘞。对，它的缆车就是大台的，可以不怕风。它整个雪场设计，所有的缆车以及大的，都跟它的风向有关。嗯，对。对，这个当初设计这雪场的很厉害。就是它有考虑到最长的风向，最常出现的风向，然后整体而言就这样子上。那它几乎缆车不会停吗？不会啊，它都要载观光客啊，那缆车可以拉到顶啊。而且它的缆车是不是离地很远？很高啊。对啊，你看它很高又不怕风。对啊，怎么可能很高又不怕风？就顺着风嘛。啊，还是它是两条式的。藏王是两条式的，两条一起牵引，所以它有两个支架。这边的山林缆车它是三条式的，左右两个是支架，中间是牵引，但是它左右的支架才这么窄。藏王的左右两条线很宽，大概是这样，不会，他应该是没有在怕的。对啊，好冷哦，坐着就好冷。我想想看，藏王哦，藏王就是花火车钱，但是滑起来还不错，雪也有保障，地小。很轻松，然后你先不要管踩脚的问题，你先想正面试着朝下。开始的时候，你去压着鞋舌看看，然后看你有没有办法从头到尾都压着鞋舌。等一下。压鞋舌一样可以转弯啊！我是会转弯，就会转弯，那不是很好吗？表示永远都能控制。
是滑右边，感觉左边都是那个在滑的。不用不用，最后再说吧，那我继续练了。在冲，那你们真的太困难了。右边技术小滑的线很好看，刚刚我还想说啊，会起来线啊，他滑的很像。哦，但我在他后面。哎，但是因为我在后面，我就想起啊，我没拍。我刚刚的前面是不是还是他？他是一个会一直回头看的。是吗？什么意思叫你的前面？就是我刚刚的前面一个也是他的样子，然后他会久久一次回头看的。在滑的时候叫回头看。现在排队的时候一样的人吗？还是？刚刚技术就很难，脚一直动的那两位啊。是吗？看不出来啊。我就觉得衣服也很像，行为也很像，是吗？你刚才这样想啊？对啊，就一片白，这样也要观光？还是明天？明天是离开日啊，本来就会路过啊。没有必要，他扛两个上来了，为什么？看有没有上厕所。有这种事，好像。刚刚他们两个，他就帮他拿鞋嘛，他就去跑走啊。啊，是哦。对啊，刚刚他们两个也是啊。这样排队确实 make sense 哎，我们要这么干吗？现在很急的上厕所吗？也没有啊，我猜我们等一下就会需要了吧。
还是十级。小跑步，既然滑到那里就是认命了。
消息了。那我大概就坐了。今天是风大到会把热都带走。好，进入树林去了。明天照常用啊，照常用。你说滑雪背包吗？不是啦。哦，那个背包。这我没有，我是想说，它现在其实里面我们都空空。我因为我是在想说，我的官本没想要直接放进滑雪的行李箱，因为它是单件嘛。哦。都我放。然后，但是我就本来想说把背包一起带进去，但是觉得背包是脏的。但它的脏是高等级的脏，所以你的背包应该会嘛放一堆食物吧？会放一堆食物吗？我现在里面就也有礼盒啊什么的、啊哦。你是说就都放那边啊、哦？好好好，那我就把，但是我也可以塞进纸箱子啊，我纸箱子现在是空的啊。都可以啊，都可以。纸箱子比较好，因为你都不会坏呀、啊。
那如果背包真的是空的，就让它是扁扁的，也不占空间了、啊。我还是会尽量塞橘色箱子，塞不下太扁扁的，然后啊，别的别的不准，它一直停。可能会有人从右边来，超滑，滑这里的代价就是很容易陷下去。不是，是你就没缆车了。你那可能要滑这里的话，从头到尾要直板，尤其是这一块，这一块你要先累积速度用冲的、嗯。太高了。很高了，但是雪应该蛮多的。为什么大家都是走右边，不是走左边？一定要到最高点啊！想办法冲到最高点。行，那走左边就不用冲那么高了。有一个人走啊。我认为是他们觉得速度不够，只敢跟前面的轨迹。然后他要是走没人走过的路，他就动不了了。右边有个车子，哎，还是他不是来走的，还是他是火车。火车走这里要干嘛？行啊，有没有人掉在这啊？有这种事？没有，那是铲雪车、欸，不是，不是那个。那这是要铲去哪？他准备要开右边吗？就这么松。他是在旋哦，因为他脚叉有够开的。我觉得他是很松哎。那他们要干嘛？这样子有压到吗？他觉得这样是这样就是压雪吗？不知道哎、欸，他前面也没有很多雪。那什么声音？他在运转的声音啊？不是，他手上拿的什么？怎么很像割草机啊？嗯，他手上拿的什么？好像割草机。这个就是压雪吗？应该是吧，后面压，前面走，后面压。你看有面条吗？好像没有呢、欸。有吧？不是很。他拿割草机哦。好了，就是。要雪车压过，有草出来就割一割。真的，那是土草。他帮我开了，还有帮我开了，他让他运转一下，不知道他有什么问题。那这台也是。应该花花第二道，所以这里有几会开雪道。应该会开，但是缆车只有一道，所以照样要反对，而且滑右边。就回不到刚刚那个集合点。对对对对对。才不要滑这边。对啊。第三台来了。还是啊，明天我想开高速。高速也是躲在树林里。应该也风大的时候也可能有机会可以开，如果他躲得够树林里面，有他的咬。多20公分都可以压下去，没有雪不足的问题了吧？一台走那边去了呢。都要倒了，要有一些警惕。我觉得是哎、欸，他趁今天，还是他奸诈，他那个缆车人员拿来做这些事情。有些人也要具备开这个车的功夫。不知道，我随便讲讲。这个线好深哦、喔。全冰的，很难受。好像觉得很暖，也没救了，太冷。啊，今天忘记看他们，刚忘记看他们讲的话。同步。我认为是眼角，并不是毫无原因。开始了。是眼角。开始了。嗯这个人在干嘛呢？在找什么东西啊？他完全是用走的。他在看回头路。他掉了什么吗？但是我没看到什么。
最高でございます。哎呀，我们弄到没有啊？顺着这样子下去，为什么我都觉得前面的人会一直回头看啊？为什么前面的人会一直回头看这样？因为等很久吗？是啊，但是他们也没有在等人。是啊，我说这两个往后看，但是不知道在等谁，他是在看。哎，没有变长，很短。
那一句吗？什么东西？在我前面的人每个都回头。没有啊。奇怪。他们还是在弄，这次是两个板子了，已经一小时后进步为两个板子。我就说，那个正式课程在平面上就至少要上三个小时。嗯。然后，如果连溜冰的经验都没有的，他很难接受说我站着，但是身体会滑动这件事情。嗯。他会很想一直摇来摇去，说我要倒了，我要倒了。不过雪板很稳啊。我们自己是觉得很稳啊，所以他。一开始上课就说你一开始在平面上站着，然后接着一开始是前进噜噜噜噜噜，然后接着过一阵子是放给老师拉，然后让老师拉着你走，让你体会就是要滑的感觉，然后接下来才是教爬上坡，这里到一个小斜坡上开始教爬上坡，很累，我觉得脚力都好广。哎、欸，还是教滑上坡之前就先教摔倒爬起来。对啊，总之就，其实教练也很无聊的。我有头套，我该带两层就行。我有啊，你要不要？我有啊，我头戴啊，戴两层就好。但是你那个很紧，所以可能戴不进去。我试试看。试试看。你这样有办法戴吗？我忘记要带哪一只，先试一只。还是我帮你抓住东西。对。这个是觉得手也好冷哦，这样戴也中。我觉得那手套也是冰的。当然是冰的、啊。好热。现在就是什么东西都。戴在身上的东西全都是接近零度的东西。我先试，有好一点。有吗？有很紧绷吗？超紧的。真的很紧，然后反而会害你不够暖。我以前试过，后来就不想戴了。那我先戴一个，看待会下一次坐车再戴另外一个。你是一只手放一个口袋，还是你刚好运气好抓出来就左手？我是挑了这一种。哦，禁止跳车。欸，开了三台车的宽度就走了。其实没有刮得很完整。他只刮那一半。嗯。哦。这边下线，他可能不想刮。他没有刮完整的，上半部也觉得缺角。他的雪道本来就不够，没有多宽了。他现在只开三分之二，然后只要两三个人滑过，就会变成冰球面了。那有特别冷吗？刚掉了一堆雪的。还好，虽然手很热，脚很热。好了，坐。又停了，我这又停了。你刚刚看它是什么问题？它是什么问题、啊？你要我看，那你转过，看不到萤幕。你等我一下，摸萤幕。它在充电呢。我觉得就是它，看不出来。它是开机的吗？啊，它是充电的，但是萤幕是黑的，然后摸一摸也不理我，所以我不知道。那当然要停下来看一下啦。没有啊，就继续冲吧。它又没有路了啊，好不容易要滑，就这么久滑两分钟都不路。一下车就开。是卡有什么问题或什么的，又是转到什么了，还是你要？好 ，FP 看一下。好，下车看。为什么这台问题那么多？不然交换好了。每次我都会这样说，我看你的。对我，你不管用哪一台，就说问题。上次就换过来，然后你又说为什么？我不知道啊。你
我也没动它啊。啊，昨天是你线掉了吗？啊，今天有在充电。昨天你有把它充饱吗？回房间没有充。我没有动它。那就是没有继续充。所以会不会是你这个电就一直太少？今天说回房间，就是你把电池拉走还是充电？也不是我什么在充卡的问题。你要我充，我可以每天拿去旁边充。哦，充一充。即将抵达下车点，请排除安全带。也没有饿啊，你是说一定要把它吃？你为什么要前进？这里不会挡路吗？不会啦，这里叫挡路，它特别加速才挡路。要鞋子吗？啊，站着就好啊。又往前滑，又要让我爬一爬。好，就这样站着。想尿尿。你是要脸进去？你想尿尿？对啊。你要怎么办？不知道。很尴尬，就是要罚、啊、哦，好像有一点点要暖了、哦。它有开机吗？你这样你连不到东西吗？我正在帮你开机。设定没什么问题啊。为什么会一直停电？我看你的电有多少。看得到啊。等一下再看啊。我现在先让它叫一叫。好了。多少？叫三声了。电力看哪里？47%。对啊。好了。这是什么问题？不知道，可以开了。好，去。去滑？那要尿尿吗？不用了，你现在去滑嘛，去滑去排队。走了。不是去停下来吃东西吗？啊？现在是看 GoPro 啊，先滑先滑。啊，还是对趟下去尿尿，然后吃东西。去看一下。应该说那些人都在休息了。好好，就这一趟，管他3721，这样吗？好啊，那要不要把板子擦高一点？哦，好，板子放上面，好，就这样，好，走。
那或者是这个洞，但那个洞的话不知道好不好踩，你觉得放在这里好了，这里松松的。安心，要走这吗？会好走吗？不是很好走。下得去吗？不是啊，这里就很陡啦。特价，很硬哦，很硬哦。Thank you.